红领巾手抄报，我们可以先画出一些花朵作为装饰。我们画出我们今天的小朋友戴着红领巾。然后我们来画上今天的文本框，画上文本条，我们来给它涂上颜色。我们来涂上边框的颜色。涂上粉红色的边框。像这样，我们的红领巾手抄报就完成了。